气候的话，对调一下，包括南海波的这些，飞机啊、车啦、那些的人手啦，都还在，他们都还在。抛波的地方，抛慢的地方，这个还有什么？不抛就抛了，现在一个抛波自己练波，尤其是练波的时候。你唔係比賽啊，比賽你拋都會打噶嘛，但係練波就係咩人練波啊，俾你有機會犯錯啊，拋都幾沉，拋即係兩側兩邊可能就拋多兩球咯，拋出咗個波，同埋唔需要急話一話一叫個波過嚟就拋佢個波，就算比賽多你犯唔到嘅，其實就諗清楚個動作先得，慢慢地，所以你都唔好熱心急，所以唔好咁急，慢慢做。抛好，放准个磅，挥臂打翻入，留意翻啲位置。每一次做完之后，谂翻按照啲咩嚟做咧？有阵时我同阿伦呢啲客人会望到你，自己留意下，觉得有啲咩问题，再问我哋。有啲问嘅，你惊练紧波嗰阵时候，咁问嘅，你完咗之后再问，或者个希望乜都好，冇问题。開波再慢慢做翻，所以我教波就係開波一做足曬之後你再打波嘅，所以即係冇一條，所以會仲可能打收條嘅人，你就會係足夠嘅收條球做咗啦，都要一條，同埋你個舊波喐唔喐嘅，黑粉喐係一個好大，所以我成日都喺度講話喐腳出聲。这个就是我要你们做到的，同埋我带波的时候最核心的其实是喐着，同埋我识行，我会稳定的，识起的。冇关系。跟住之后今日嘅全部都是打翻正，冇翻准备，好高频率嘅开波。就算你杀波嗰度，我都系好紧张嘅，系嗰啲人攞波嘅。都要細心嘅，咁就自己做多啲就再幫你執一執。阿倫提醒我哋，望波啊，即係譬如
最終係離離網或者收定你啦，集波就唔啦，佢講到嘅。好啦，咁去到首波或者係前面準備打開好入傳，你望個波柄係右邊啦，即係由中間，你企喺中間咧，佢點解全部喺你左邊右邊？你要望個波咧，究竟判個波去到喂左邊啊？你望一望，究竟你左邊定右邊？個波係右邊，個波點樣嚟？就好似你頭先射波嘅時候，跳完啲人頭落地轉身追啲波咧，究竟個波係點樣嚟？天天望嗰個波點樣嚟？你先會入到去。同埋有啲遠波咯，我諗住話，喂一定只係遠波，但係就唔望個波，所以所有嘢都係就算係殺波或者追波都好，你都要望清楚個波個方向喺邊度，喺邊度，唔係一去就見到，就唔好諗住見到個波嚟咧就推咗先。有陣時你諗住去咗，但係望錯方向或者係個都係錯嘅，咁就嘥咗啲錢，本來追到嘅都追唔到，所以。我本個波係好長，路嗰個球嘅路徑係偏掉頭球過去，要減你個追波時間，睇能唔能更加要觀察，再加前提你就會知道，所以咧諗多啲，諗啲思考係點樣處理，令到自己更加快嘅，可以講俾你聽，但係實質自己做。你自己可以再思考一下，講俾你聽點樣做，唔係因為佢喺同一個環境，同一個環境，同一個環境，打完交啦，得啦，有冇問題？咁啊，大翻聲，大翻聲，可以呢個。
Thank you.
啲客即係可能拉得唔錯，啲客打啲多嘢客咁出嚟，可能拉得講輕啊。
很高，现在鱼呢，好拔。你心好像打落呀。
第二球咯
太緊張啊！明唔明？打咗四場啊！打咗四場係嘛？三場。你幾啊？你俾一個。你哋啊？Thank you.
Yeah.